了与强者切磋，突破自身极限，也为了惩恶扬善，为不平者拔剑。都是错，那虚无到底有什么用？ 小飞啊，武术养生课目前还没有学生选，下周第二次选课就截止了，再没人，我看你就安心教大学体育吧啊。走了，武术养生课，哎，学分好混吗？哎，肯定累趴，学了也用不上。 哎呀，听叔叔的劝，功夫高有什么用啊？能当饭吃吗？顾老师，顾老师，啊，沙发。顾老师好。上次说的那个拳击游戏今天开服，账号都帮您注册好了，一起来玩吧。不了，我没玩过这种游戏，不想菜的。我带你啊，这游戏可以模拟真人数据，很有意思的。 我考虑一下吧。哦，看来顾老师还在为选修课报名发愁啊。对了，武术养生课还缺人吗？二次选课，我想换这个。啊，当然可以，最好多拉几个同学一起来。没问题，选修课的事儿交给我。哦，咱们游戏里见啦！哎。 如果阿发真能拉来学生报名，哦，真实体感模拟，那功夫是不是也可以还原？正在扫描玩家外貌特征。 身体机能、行为模式，正在链接脑神经通路，身份绑定完成。法师千里一醉，欢迎您的到来。啊，名字、职业都选好了。您即将进入平行世界。这么多人，难怪公测期间账号限量。 不能删号重建了，我想换职业。账号绑定就不能换了，这么多好玩的，我们先逛逛，然后去城外升级。那个小贼偷了爷爷的装备，有本事光明正大给我干一场！缉拿山贼头领所图任务，有人一起吗？有人一起吗？看到了，战力榜榜首是见鬼嘛！ 初级练级区虽然比较简陋，但小怪刷新快，适合练级。我试试。哎，你用什么匕首啊？法师是用法杖的，用法杖。哎呀！被打真的会疼，这身体怎么这么慢啊？哎，法师主家智力，当然速度慢啊。嗯，还是不玩。哎，别啊！法师可厉害了。老师，平行世界。 总共有7大职业：战士功高血厚，盗贼可以隐身刺杀，格斗家近战肉搏一定很疼，牧师就是奶妈，弓箭手也很难，骑士玩这个的太少了，最后就是法师了。远程群攻，技能华丽，帅就一个字。老师，你升级啦！为什么不给我选格斗家？现在不强是因为你没加技能点。法师追求高法术伤害和覆盖范围。 要主加智力和精神，别弄错了，加智力和精神。法师这属性削弱了我的体质，要想恢复正常，先得……哎，不能随便加呀！你缺加了敏捷，法术就打不出伤害了。动作灵活多了。啊！张康要被你练废了，找死！哼，这么菜还多管闲事！你们骚扰女玩家，欺凌新人，一定会被罚。还敢嘴硬？看我的咏春拳！哎呦！哎，怎么了？哎，是谁敢偷袭本大爷？咏春可不是这么儿戏的东西。 鉴定术，什么玩意儿？十级也敢多管闲事儿！哎，郭老师，哎，十级怎么了？照样能路见不平。还是跟人打有意思，一起上！哎，看拳！郭老师，小心！力量不够，那就尽力打力。 哇，郭老师太帅了，像武侠片一样，真厉害！当然，我可是武术世家的传人。这样啊，真这么厉害？那体育馆里被老头打的人是谁呀？哎，郭老师，那你有空教教我呗？会长，这边有情况，我们被人打了。 坐标127259，速！没事吧？谢谢，我是红尘一笑，千里一醉。我家火球，哎，我不是在召唤法术技能啊！才开服第一天就有很多恶性欺凌事件，官方不管的吗？放心，这个问题官方一定会解决的。打完人。 不道歉就想走，阁下何必如此不依不饶？老大，给我们报仇！老大，就是那法师打的我们。这位是？你好，我是逆天行会的剑鬼。哇，剑鬼，那不是？ 从魔域游戏转过来的大佬吗？我偶像啊！见鬼是谁？战力排行榜首位的盗贼，目前25级。啊？不是今天才开服吗？高手玩家的升级速度，一般人是没法比的。这么猛啊！下来，咱俩切磋一下啊！听说你很厉害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 我不占便宜，你们可以一起上。老大威武！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好大的口气啊！你脏了吗？那可是剑鬼，很强的。25级的盗贼，也就力气比我大一点吧。老大，弄他！公平起见，我不用技能，来吧。行。 这么快！法师居然近场攻击！嗯，靠！这是见鬼，还是我见鬼了？我的老大！ 我幻灭了！我就说嘛，见鬼怎么一直戴着面罩？原来丑成这样！他居然可以闪过这3招连击，这家伙没练过武，速度却这么快，这就是等级压制吗？不能与人切磋对抗，那学武有什么用？我们习武是为了锻炼自身，突破极限，而不是为了好勇斗狠。面对坏人也不行啊！ 不行，坏人则用法律去制裁。在这里，不用顾虑太多，能与高手玩家尽情连招，这种感觉真是不必留手，再来。他没在意我的脸，一心认真挑战。嗯，来。啊！这是刺客的隐身技能——潜伏。 差一点，他居然就这样避开了隐身盗贼的贝斯！快开抗拒火环，火焰护盾能避免见鬼的近身贝斯。没用的，啊！抗拒火环技能持续时间很短，有经验的高玩盗贼会在法师身上的护盾结束的瞬间再次使用贝斯。他可能就是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才迟迟没有交出抗拒火环吧？没交技能。 这人倒是沉得住气。抗菌火环是什么？都碎了。好高的伤害！糟糕，残血了！这家伙躲过了2次必杀，不过不会有下次了。老大，干掉他！顾老师，小心啊！这点血量，跑一下就挂。 用眼睛看不到的话，受死吧，顾老师！啊，这不可能！不会吧？ 我输了，太帅了！见鬼，认输了！法师怎么可能进站输出？肯定开挂了！我要举报！输不起就直说，举报狗诬赖人！承让了。哎，走走吧，真丢人，退会去。又丑又菜，一点忙都帮不上。哼，不错啊。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因为杀气。杀气。 你叫什么？千里一醉。我记住你了。等等，你的匕首。哦，真可惜，就这么还了。那匕首很值钱的。别人的东西，当然要物归原主。 不是吧，不是吧！见鬼，居然输了！靠，这是多少级的法师啊？啊，才10级，怎么可能啊？准备点好酒，安慰见鬼吧。哼，有意思。 越级击败，难道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极品装备？我去，有人用现实里的特长优势弥补了等级和装备差距。小袁，别睡了，你来看，一个10级法师居然把那个见鬼打败了。嗯，越级的也有，可越15级。 太夸张了，啊！所以不少人举报他开挂呢，才刚开服就出这么个大 bug， 测试那边怎么回事？这也不算违规啊。火球啊！我恨火球术这个技能。这个游戏有点意思。 我说的没错吧？只要用技能点来弥补速度和力量，法师也可以使用格斗技巧。你怎么用这个武器？法师用的是法杖。法师居然近战攻击，法师怎么可能近战输出？哼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那我就来当一个近战法师吧。